女神节快乐，祝视频前面的女神们你们节日快乐。与此同时呢，男神不要急，给女神的礼物也同样准备给你们了。 PT 大西瓜全球首发，帮各位同学又找到了一题确认积分一直没有被人找出来的一道 SLT 的原题。与此同时呢，还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一题 SLT。 与此同时，我们的 SST SLT 的优先准备标签本期预测都有新增哦。你想知道他们是什么吗？你想利用稳到不行的 PT 真题题库来帮你在最短时间之内拿下 PT 目标分吗？那还等什么呢？还不赶紧看好本期真题预测的视频详解吧。因为预测文本篇幅有限，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发现在预测当中你只看到了某一个题目的代号，并没有找到对应的原文或者答案的话，那么各位同学就可以你在预测当中看到的题目代号，在我们每月更新的高频合集易筋经当中，或者是我们最新升级的基金十三当中找到对应的原文以及答案咯。温馨提示二，因为 PT 这个考试是全球统一题库的，所以无论接下来各位同学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参加 PT 考试， PT 大西瓜每周真题预测都是适用于你的哦。想用市面上体量最小却最精准的 PT 真题预测帮助你快速拿到 PT 目标分吗？那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看好。 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PT 大西瓜的 Jack 老师，欢迎各位同学收看 PT 大西瓜全球线上线下 PT 每周真题预测的视频讲解版本。那么本期真题预测所覆盖的范围呢，是2022年的3月9日至2022年的3月15日，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也在这个时间段或者未来非常近的一个月之内要去参加 PT 考试的话，那这一份地表最强帮你去除那些不计分的 ceiling 题的真题预测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起来咯。 OK，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来到本期预测的一些变动部分。 OK， 但是呢在讲变动之前还是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目前来说呢， PT 考试的题库是非常非常非常稳定的， OK， 非常适合考试哦。 OK， 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 Right Found Dictation。 那在上周呢我们有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一句疑似积分的句子，但是本周来看呢这个疑似句还没有任何的转正的迹象，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继续准备我们预测当中的那两个重要标签，一个是新题记加油包，一个是我们 ceiling 转正。 OK， 那么这两个部分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好好的准备下来，目前阶段一共160个句子。那再往下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SST 的部分呢， SST 的部分呢本期预测也同样的没有任何新题的新增，题库非常的稳定，但是呢在本期预测当中我们帮各位同学在这个优先准备的标签当中再新增了3个题目，所以截至目前呢一共是44个需要各位同学优先关注的题目。那各位同学也就是说当你优先准备完这44个带有优先标签的 SST 之后，再去准备75题当中剩下来的那31个题目，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一个备考的重心可能会更加的明确一点点。但是还是强调哦，剩下来那31个题目千万不要忽视了。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了我们的 SLT Summarized Written Text 部分。本期预测呢我们增加了一题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 SLT 的考场原文。 OK， 那么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学子阿猫同学。 OK， 这个题目呢是阿猫在我们的这一次最新的考试当中有考到，并且下来之后呢配合着我们把这道题回忆出来，最后总结出来我们对应的全新的这个原文。那这个题目呢是之前在我们预测当中一直没有被找到的，这个名字叫做结过4次婚的科学家。 OK， 那么这道题目呢被我们找到原文之后，那各位同学就可以在我们 PT 大西瓜的独家练习官网上，在练习网站上先把这道题原文看起来咯。那在未来非常近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把这道题的满分答案以及我们的公式法讲解公布出来，大家认真的关注咱们的每周公众号吧。 OK， 好，那除此之外呢咱本期预测还在 SLT 当中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一个题目，这是关于 psychology， 关于 psychology 的一个定义的题目。那这个题目呢目前啊我们暂时没有找到它的原文，但是有非常非常详尽的回忆，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的陆宇同学。 OK， 这个题目呢是陆宇同学在最新的一次考试当中考到的，并且呢有帮咱们给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比较完善的回忆。 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接下来的 essay 部分没有任何新题的添加。 OK， 就目前来说呢还是那三这题目非常非常的稳定。好，那再往后面走呢我们的像口语部分，无论是 read aloud 我们的 DI repeat sentence answer to question， 以及咱的这个阅读部分，目前本期预测都没有任何新题的添加，也就是说 PT 考试的题库依旧在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阶段。那各位同学就一定要利用现在这样的一个稳定期，在接下来的考试当中赶紧去参加，然后赶紧拿下你的目标分吧。 OK， 最后呢在这里再次祝我们视频前面的各位女生女神节快乐。 OK， 那么今天的预测就是给你们的礼物。 OK， 同时男神也可以看哦。 OK， 我们下期真题预测再见咯，拜拜。
We'll be right back.